碗中放入一勺粗辣椒面，加入一勺辣椒粉，半勺白芝麻，少许精盐，倒入一勺凉的食用油，搅匀防止炸糊。准备葱姜蒜、圆葱、香菜、桂皮、八角、香叶，起锅烧油，油热下锅炸。炸好捞出料渣，将炸好的辣椒油少次多量的倒入碗内，边倒边不停搅动，又香又脆的辣椒油制作完成。简单一学，学会双击。辣椒油这么做，蘸饺子、拌凉菜都好吃。